突然失去了生机。天高啊，你真是天高啊！你打狗嘞？所以女儿的耳力有点问题。你们什么逻辑啊？大部分都写对了，熊，不知道你们家是没有电视吗？还是为什么会写熊？铁儿妈妈，我想你今天打扮那么美丽。没有啦，我想最近他有跟我透露一下，他想要转型就对了，转丑角方面，所以他可能今天是有点刻意打。对，想装傻，然后反正就想气我嘛，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生气，反正习惯了 ，OK 了。哦，比如说今天来的人都非常的豁达。第四题，英文题。Oh no！ 英文题会怕吗？一点点。这个不怕啊，英文题注意哦。他英文非常烂。你刚不是说他的功课很好？没有，数学、国语 OK， 但英文好烂。哦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英文超好。瑶瑶啦，瑶瑶超级烂，他超级烂，他连黑皮都不会拼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可能会拼成 H A P P E Y E Y 什么，一直拼下去。来看一下。另一众家长闻之色变的英文题，妹妹会有什么样表现呢？请问 V 台的超红团体 Circus。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什么？中文名字啊？哦，我知道。倒数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先不要亮出来哦。好，写，赶快写。好，接着暴走少女。暴走少女是谁啊？热血嘞！对，他是热血青年，他也是热血青年。热血青年是啦，那个廖人在自己的品牌。什么？史克斯？史克斯是谁啊？史克斯啦，史克斯，史克斯，史克斯嘞！对，史克斯啊，史克斯。对于他这样英翻中，我也不知道他中文名字是什么。史克斯，好的，那我了解。好的，正确就是马戏团。耶！我的贴脸，贴笨。巧。还死嘞！好，还有第五题，地理题，请问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一国？哎呦，没有美洲。阿面不是说深藏不露，面积最大的国家？澳洲。澳洲吗？他说美洲面积，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，哎，不知道哎，地理这种东西。对不对？我说的是美洲，非洲就非洲。你写一个非洲来对抗它。我说美洲内部的一个国家，非洲，澳洲，还写一个澳洲。他跟你一样，你跟我死的程度是一样的。你直接写美洲哎，纽约了。美洲就非美，中美和南美啊。澳洲在南美。我的猫也好，你应该去考这节，太夸张了，才不会剪的。好，重点，有人答对吗？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有一个人答对了，一个而已啊。玉兔吗？不是我，墨西哥哦。恭喜，加拿大。为什么？加拿大是最大的。稍微松了一口气，有，就起码没有全军覆没。对，而且刚刚全部人都打错，只有他一个人答对。怎么办？糖果的帮忙。开始紧张，对。五期节目之后，妹妹们的差距慢慢拉开了。哎，到底最后谁是聪明王？看下去知道。历史题，请问历史上有焚书坑儒的暴政暴君是谁？很简单的。等一下，你写的是至圣先师孔子吗？因为他有读书，他没有焚书啊。是不要不想再读，就是。这是 Z 的吗？这个部分。妈妈。啊。话说荣甲，你有没有看到齐儿跟冰冰的妈妈脸色呈现很奇怪的表情？别再问他了，很尴尬。司马光打破水缸。
说因为孔子就会错，我就想说我另外一个字叫司马光。司马光就是那个光。好烂哦！你为什么讲司马光？这过分呐、啊！重点，秦始皇是正确答案。其余的请贴笨，好不好？哇，你想孔子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好惊人啊！互相跟孔子是有抵触哦，一个那么爱念书，另外一个烧书。好，地理题，请问你们比较不想要地理题吗？地理好难，忘记了。要多了解一下啊。把台湾分成东西两部的是哪一个山脉？哇，这个还算基本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好，那不要问你。我要问玉兔的妈妈。天人妈妈就知道中央山脉。哎，厉害！这个是送分的。哎，什么？写错了？全世界都答对，只有你没有对。错了。全世界都打对，雪山啊，他是想去玩，是不是？这应该是有他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吗？中央啊，做效果的吗？太夸张，他对，他在做效果，他在做效果。哦，这很委屈耶，然后就要被网友攻击，答对又没镜头，对不对？真啊，对，你好聪明哦，不愧是各种强手啊。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拿错，好巧哦。好，不用回还，不用回皇家了，这太夸张了，超弱的。好，大家都会，这个算是送分题了。接下来，妹妹应该翻开报纸，第一个看的这一版就是影剧版。这也算送分了。影视题，请问。金城武在电影《赤壁》内所饰演的角色是哪一位历史人物呢？请作答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小宝宝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可是他有去看《赤壁》，他有去看，所以你觉得他一定答对？定的。不是有去看吗？我不晓得，只有我知道弟弟有去看，但是蚊子住还是跟男生去看？不可能吧！诸葛亮，孔明，你还秦始皇？你是不以为我们可以剪这一段，然后放在你刚刚孔子那一段？我讲不可能！现在还秦始皇？昏倒！因为刚才那句答案是秦始皇。晴儿应该也是要走那个谐星路线做效果，应该是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大家都背负着综艺咖的使命，所以请各位网友不要攻击他们，他们都很聪明。记得，因为我最近有演吗？有演呢。忘记了，因为我最近重看那《投名状》，我只记得《投名状》，其他我都想不起来。投名状，我讲的是赤壁耶，还是你干脆看集结号，你看怎么样？集结号，真的是主角，我当然是主角，金城武。你真的是秦始皇，重点就是诸葛孔明先生，诸葛亮可以，好的，哎，没有答对的，请贴本，你贴了吗？你贴了吗？我对啦，我诸葛问他，上题啦，上题有错的就贴，都贴。